你们看什么？林书记说让您听念祖的，俺们都听见了，都听见了，都听见了。听见就听见呗。听见了那我就给林书记个面子。水生，你告他，就听他的。水生，你告诉他，从明天开始，我正式指挥施工。水生，你告诉他，他不道歉，我还是不会原谅他。别告诉了，人家都走了。怎么说的？我还话没说完呢。孙指挥，您放心，林书记批评你的事儿，俺们不说出去。啊，俺们就说，是您自己觉悟的，宽容大度。对，宽容大度，大度。孙副县长，俺去给你热饭吧。那我少吃点吧。孙副县长，俺走了啊。走了啊。那我哎。沈俊。来。哎，老于。老高。有什么事儿？根据目前的情况，引水工程真的得缓一缓了。要不然容易落人口实啊！这事儿我考虑考虑。哎，你可不能再护着林杰了。这，那好吧，你先给林县打个电话，让他们先缓缓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我让童坤先去调查一下，等掌握了实际情况之后，我们再做最后的决定。好吧。洪副书记，有您的电话。等会儿。县委书记童坤。小童啊，我是于峰高。哟，于副书记，您有什么指示？经地委研究，决定派你进驻工地。进驻工地？于副书记。是出什么问题了吗？就是让你去找问题的。于副书记，您之前不是说让我负责林县的其他工作吗？啊，有一些小变动。你这次进驻工地的主要目的是实地调研引樟入林的可能性。您是说工程要停工？灾荒之年，上这么大的工程容易落人口实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听说我们最近和平顺县闹得不愉快，与其这样，是该早早回来，别把两个县的关系搞僵了。你有这样的觉悟挺好的，就看你的了。好的，于副书记，我马上出发。尚主任，尚主任，大领导来了。哎，您好，您是大王屯的干部吧？是，我是临县县委副书记童坤。哦，童书记您好。您来这是？是这样的，我受我们地委指示啊，来你们这里调查一下我们的施工队有没有给你们造成什么麻烦。啊，黄大叔，我这边跟童书记聊点事儿，您先去忙吧。对。小赵，去找老乡再了解了解情况啊。这边请。童书记，您想了解什么？主要就是啊，这次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施工队有没有给你们这儿带来什么麻烦。刚才我听我们老乡说呀，由于我们上山放炮，把你们这儿的驴都吓跑了，还有就是把老乡家的窗户也震碎了。哎呦，我听起来很担心啊，就是咱们这儿的老乡啊，还有牲畜啊，有没有受到什么伤害？这很重要的，就是避免还有更大的问题、更严重的问题发生。来，童副书记。哎，我先给你倒杯水。别忙了，桑同志，咱们直接开始吧。啊。桑红，找你有点事儿。童主任，童副书记。哦，童副书记，你咋在这儿啊？咱们的事儿待会儿去你们指挥部说吧。也行，
那等会儿再过来。好。来，咱们继续说。说些什么呀？我们施工队现在动不动炸山，你们老百姓很有怨言吧？啊，但是工程进行得很顺利，所以这些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。啊，对了，我这还记着，他们还要求你们迁坟。对，但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。解决了？嗯。大侄，你干嘛啊？吓我一跳！你是不是又告俺们刁状了？你是不是又告状了？石水生，那是不是你们县委副书记啊？是啊。你们的县委副书记，我有什么能耐招来？你说话讲点道理行不行？那不管了，你到底有没有告俺们状？你们要是工作做得好，那我告状就是诬告；你们要是各项工作做得不好，那我就是实事求是反映情况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好啊，你还是给俺们告状了。那也就是说你们工作做得不好喽？俺做得挺好的。听候你怕啥？那你到底告没告啊？你呀，用你的脑子想去吧。哎，老孙，彦祖同志。哎，老童。童副书记，你怎么来？你不说一声，我门口接你去。升了官就是不一样，你看，整个身新衣服，帽子也不戴了，这头型也挺好，挺好，就差个小吉普了。你说完了吧？那该我说了。余副书记派我来呢，让我搞好咱们和平润县邻里的关系。你好好看看吧，你们都搞成什么样了？我好像调查的还不够全面啊，打架了？跟你没关系。哎呀，这童书记，你这小本记得细啊，这么多事儿，事无巨细，这简直是。哎呦，就是张黑球的驴。哎呀，童书记，你来的真是太及时了，这是拯救我们于水火之中啊！这个张黑球的驴丢了，你帮忙找一下吧。啊，找驴！你们搞丢的，凭什么我去找啊？童副书记，这找驴可不是小事啊，他这个大事。这个一呢，你能做个表率，让咱们工地的工友看到你童副书记了不起啊，树立个威信。这二呢，也能缓和一下咱们和平顺县两个县之间的关系。你想想，这可是个大事啊！县委副书记帮着找驴，你想想，你这都没听说过这事儿。是不是啊，老头，你那我就替你辛苦一回。慢点啊，注意安全。这个地方需要回填，你们想啊，它挖深了，水流过来以后，水还能流出去吗？对不对？对对。来看一下图纸，对照一下啊，还有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挖浅了，以后一定要严格按照图纸来执行，好不好？好，明白了，吴技术员。那我去那边看看。好，你们先忙着。咱们把这儿再挖一下。啊，好。来来来，大家停一下，停一下，过来看一下图纸啊，看一下啊，这个地方是笔直的，没有一点弯度的，你看这都挖哪儿去了？重新来吧。
大伙儿都来吧，从头再来。这一遍一遍的改，啥时候才是个头啊？佟书记，谁啊？哎呀，晃悠，晃悠，二瞎子家的，找我啥事儿？俺今天找你，是来告状的。告状？啊！你等会儿。状告石水生，当初他让俺来修渠的时候，可不是让来干苦力的，只是说给大家打气加油的。可是他现在石水生啊，天天抓着俺干活，盯着俺干活。你看俺这小身板哪是干活的料啊？现在弄得俺呀，天天腰疼，以后可能连媳妇都找不到了。你大晚上来就和我说这点事儿，你身子骨多金贵啊！还不止这些呢，还有以前很多事情呢。还有事儿啊？都给我说了。俺给你慢慢说来。说。啊。啊，咋了？咋？哎，俺以后看谁还敢让俺早出宫？哼哼，真有意思的。哎呀！谁说你不用着急了？啊，水生，你咋在这儿呢？你吓死俺了！哎呦呦呦，做啥亏心事了？啊？是不是在佟副书记那儿告俺们状了？水生，你可别瞎胡说，哪有的事儿啊？你要是敢告俺们黑状，俺明天就下达你运动。让你累得说不出一个字，没有的事，你睡觉去，休息休息吧，真没有。喂，我林杰。老林啊，我老
老孙，我跟你说，童坤来工地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啊，他来干什么？他来工地能干啥？搞事情呗。哎，对了，你跟吴念祖和好了吗？哎呀，我哪有那么小心眼啊？就是他的态度，老是让我上火。哎，我到现在不是跟他生气，是他跟工地的工友们老是闹得不愉快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就听吴念祖的，好不好？一切都听他的，就不会有问题。啊，等我回去。行，放心吧。啊，我先挂了，我知道了。无法无天。请进。警官，哎，童坤的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，你看看吧。来，坐。老于啊，这上面写的都属实吗？童坤不会骗咱们的。国家困难时期，不顾实际情况，硬上蛮干，这是什么行为？这是劳民伤财。这事儿我找他们谈谈。那个，念祖啊，我给你道个歉啊。用不着，我知道是林书记逼你来的。还真不是林书记逼我的，是我自己，我真心想跟你道歉。真怪我了，我态度不好。念祖啊，其实咱们的心都是一样的，都是想把这引章入林当成咱们最重要的事去干，所以当成最重要的事儿，你们还那么瞎搞。那不是你不在吗？咱们这技术力量这严重不足，大家错都不知道错哪儿了。哎，你这不回来了吗？那就废话少说，开始整改吧。那个，你还得答应我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去给民工兄弟道个歉。谁给谁道歉？你给民工兄弟道歉。这不可能，本来就是他们的错。是，是他们的错。可他们的心不是跟我们一样的吗？都是想把这渠修成，把这水引来。他们是没文化，他们都是泥腿子，是粗人。可是如果没有他们，你的设计只能停留在这图纸上。哥，哎，水生哥，俺想了一下，俺觉得咱们应该给吴技术员道个歉。道歉？道啥歉？吴技术员比咱有文化，咱们应该听他的，达不到标准就应该重来。不是，俺啥时候不听他的了？那不管咋说，也不应该气他。要是把他气走了，这渠就修不成了，那水
也引不到咱陵县了。你俩再好好想想吧。俺觉着，俺妹说的有点道理，是挺有道理的。走。以后所有人都得对吴念祖尊重点，他是咱们县的希望，也是咱们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水神，所以俺决定，俺去向他道歉。凭啥呀，哥？那顾大海呢？那他咋不去？对啊，那顾大海咋不道歉？这谁道歉都一样，毕竟是大伙一起把这工程给整乱的。那书生可傲了。他都没正眼看过俺们。兄弟们，不管咋说，咱们现在要修渠就得靠人家，人家着急也是替咱着急，不是吗？哎，行，那俺去。大家伙儿去不去？俺们听水生的。俺有个主意。啥主意？咱们集体拜师，拜吴念祖为师。拜师好啊。俺们铁姑娘队也要去。行啊，到时候大伙儿一块儿去。我承认，你说的有道理。我也发现，现在问题的核心就是技术人员太少了，民工根本达不到我的施工要求，频频出错，还怎么继续啊？那怎么办？那咱也得想个办法啊。所以我觉得，还不如牺牲一部分工程进度，培训一批有技术基础的骨干民工。好啊，嘿，你这个提议，我太高，你这个提议太好了。搞培训这个事儿啊，就交给你全权负责。太好了，咱们抓紧时间招了大伙儿，开个会啊，商量商量啊。还是你主意多，轻点儿。走。哎呀，还是你们知识分子脑瓜灵，走。孙副县长啊，我觉得这段工程啊，咱们还……哎，怎么回事这是？你，我告诉你说啊，你不能乱来。不是，俺们不是来闹事儿的，俺们是来拜师的。是啊。拜师，对，以前确实是俺们做的不对，没按照念祖哥的技术来，而且俺们也看不懂图纸，所以俺哥就提出来要拜念祖哥为师。好啊，这是个好事，这还跟我想一块儿去了这。哎呀，吓我一跳，刚才你看看。我接个电话啊。老林，我老孙，你说。啊！哦，那行，我知道了。你早点回来吧。俺们一定好好学，放心吧。林书记电话里说。碍于当前的形势，地委要求我们调整方案，暂缓施工。啊，那咋能行？万一一停，又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复工了。不能停啊！而且工程进度得加快，早点干完，早点安心啊。对呀，对呀。反正别的我一概不管，我最在乎的是工程质量。既然大家都停工，那就参加培训吧。哎，吴念祖，你咋不管别人死活呢嘛？俺哥说了，一旦停下来就没法开始了。你没有技术，干了也是白干啊！哎，你咋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儿呢？哥，不说了吗？听他的，你别斗气了。听他的，你们听听他说的是啥？外边说停也就算了，你技术员也和大家唱反调，怎么？咱没他干不了啊？水旺，这个工程没你可以，但是没有吴技术员就是不行。
我觉得呀，咱们可以明听暗不听。咱们不是要办培训班吗？正好趁着这个机会给他办起来。啊？明听暗不听？对，小吴说这个有道理啊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磨刀不误砍柴工嘛，是不是？嗯。老孙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关于临县县政府引张入林工程暂缓实施的要求。啊，暂缓啊？行，那就缓呗。你得以指挥部的名义宣布暂缓施工啊。知道了。那知道了，你就赶紧集合队伍去宣布吧。这么急吗？怎么？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我没意见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同志们，前一段时间，我和咱们的技术员吴念祖同志啊，确实发生了一些误会，但是出发点都是好的，啊，都是想着咱们渠能够早一天通水。啊，后来了，我们统一了一下意见，达成了一致。指挥部决定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们暂时牺牲掉一些工程的进度，全面开始技术培训。啊，同志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报名。啊，这俗话说得好啊，磨刀不误砍柴工啊。大家把这个技术学好了，不仅要修得快，而且还要修得好。好。哟，孙总指挥，执行力很强吧？哼，童副书记，你的执行力比我强，这行李都收拾好了。好，那赶紧回吧，回县委。嗯，一块儿走啊。哎，我们不走了。不走了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不就是暂缓吗？又没有说不休啊，只是缓而已嘛。那你们留这儿算什么？哦，童副书记，我忘了跟你说了，我们决定办一个集体培训班，大家就地休整，集体培训，趁这段时间培养出一批有技术基础的骨干民工，为将来复工打下坚实基础。你这执行力是够强的啊，同书记，那你走吧，我就不送了啊。哎，慢走啊。我走什么走？我陪你们。哎。哎，大家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，安静。哎，我问一下大家啊，会写字的、识字的，都举一下手。识字儿？你们还识字儿？好吧，那会识几个字的呢？哦，知道了。以后这样啊，识字的全天都来上课，会识几个字的上午上课，不识字的呢晚上大家一起吃完饭了之后都过来，我教大家识图。大家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我来分一下队啊。识字组的就由识水旺、识水生负责。好。识一点字的呢顾大海、顾学芳来领队。好。不识字的由石水莲还有任盼水领队。啊，到。俺还能混个小组长了呢。念祖哥，俺行不？水莲，你文化水平不低，你可以的。好。对呀，水莲，吴技术员说你可以，你就可以。好，那就这样啊。喂，喂，小爷，是我，
在这儿等你电话等半天了。你在那边怎么样啊？我这边挺好的。那个儿子还好吧？我们都挺好的，老师。哎，那个黄老师，有个事儿啊，那个我想请你帮帮忙。每次你一喊我冯老师啊，我就知道准没什么好事儿。说吧。好事儿，好事儿啊！你能不能抽空啊，那个到工地上给那些民工上上课呀？我去给他们上课啊。是是，现在这施工不是暂停了吗？所以呢，吴念祖呢就想呢，给这个民工啊分情况培训一下。我看呢，他一个人太累了，你去帮帮他啊。我去给他们上课倒是没问题，但是一旦开学了我就得回来。这样行吗？那是肯定的呀，啊，这叫短期培训班啊，上一期是一期，就这么定了啊。行了，别跟我贫嘴了。好，那我先挂了。哎，真好啊。俺就小时候跟俺爹学过识字儿，后来小学一毕业就没再上过学了。俺小学都没毕业，上学啥滋味都忘了。哎，俺也小时候不爱上学，为了识字儿没少挨俺爹的打。别嘛，俺就不识字，都得学。这么多人呢，快点快点，咱俩比比啊。比啥？看这几天上课谁学的多，到时候让念祖考考咱。行啊，比就比，谁怕谁啊？来呗！看不起我，我认你是几个字儿的。老师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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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，坐吧坐吧，都坐吧。坐，坐坐坐，坐坐坐。来，今天给大家先讲解一下海拔高度图，大家以前看过这个图吧？接你去了？不用，我这也是临时的。他说你们要开个培训班。太好了，原来你就是老林派的天兵啊！走，我给你安排个地方住去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先带我去上课的地方。一会儿啊，我上课的时候你再给我安排也行。那也行。哎哎，给我。哎，走，上车。嫂子，您来了。来来来，大伙儿静一下啊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。这是咱们县中学的冯小一老师，啊，来给大家上课，大家掌声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冯小一，今天很高兴呢能给大家来上课。上课之前呢，我先做一个测试，识字的呀，咱们举个手。啊，大家都不识字是吧？那我来的就正是时候了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就教大家一些简单的字，从我们引章入林开始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这个字儿呢就叫做引。同副书记，咋啦？哎呀，你不是识字吗？在这学什么呢？同副书记，您是有所不知，俺是一个爱学习的人。他们老让俺干活，不对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之前跟我说那些事儿，以后得给我作证。这咋还作证呢？我告诉你，要想让这个工程彻底停下来，就要把这里边所有问题都给上级汇报上去，到时候就得需要你这个人证来给我作证。你得配合我，这很严重的。学习去吗？啊，
还让你作证，还作什么证啊？确实是，哎，还不如三十六计，早为上策啊。哎，就这么回去了，两手空空也算是个逃兵啊。去，不去，去，不去，去去不去。这么早带俺来仓库干啥？俺得赶在突击队之前把炸药给归置好。这个好。你听见声音没？好像有声。上去看看去。走。老远都听到动静了。找仓库大爷拿钥匙去。好。哟，大主任早啊！你不是也挺早的吗？哎，谁不着了，出来溜溜。最近你们表现不错啊，听村民说没听到你们那爆破声了。嗨，那是因为俺们施工暂停了。啊，怪不得。不过俺觉得很快俺们就又能开山放炮了，林书记一会儿在做着工作呢。那可不行，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。你们不能炸山。哎呀，那你可管不着吧？我管不着。三十六计你懂吗？我来给你一个釜底抽薪。哎呦，我看把你能的吧，还釜底抽薪，你还上房抽梯呢你。行了，俺不跟你说了，俺去忙了，你在这站着吧啊。你脑子被驴踢了吧你？你脑子被驴踢了。
干啥去？哎，媳妇，你咋起这么早了？俺不想干了，俺回家去。石水生太压榨俺了。你身上背的啥？背啥呀？这是俺的行李。俺实在这受不了了，俺必须回。你现在回去也是饿死，到处都没粮食，你在这儿干活还能管你饭吃？俺实话告诉你们，俺这就是粮食，这点粮食俺拿回家省着吃，能吃好久的。你确定这是粮食？这不是粮食，这还能啥？这可是俺从仓库。这是俺们的炸药。啥？炸药？俺长这么大，俺粮食和炸药俺还分不清楚。你不信自己打开看看。